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
还有一个专属节目，伊伫讲台
欢迎旅客服务台商台南台中机场两样情啊！台南机场直接飞武汉固定的这个航班，意思因为旅客限缩，伊的这个趋势，三月底无预警的这个停飞，你也想，无旅客，无旅，所以停飞。三月底哦，即马已经五月初啊，对唔对？五月初你啊，一个月个前就停飞啊啦。那么台南澎站伫表示咧，台南飞武汉的这个航线，由于三年前的这个包机。改为定期，伊即个航班了后，每礼拜三、拜六往返，那么真获得市场啊来欢迎诶。但是代表东方航空突然间讲诶时阵呢，航站三月底就停飞，无具体诶说明原因啊，因代表就是安尼。停飞，嗯，啊，什么原因？我那就跟你讲，对不对啦？因大陆即马有一个安尼，是安怎？因为那么政府单位命令的，因遐一定爱照办。政治，因绝对拢是做甲到。因无迄个反对啦，嘛无迄个反抗，啊，只是服从诶。啊，咱台湾无共啊，哎呦，十岁高卡出，对不对啦？哎，要甲人比啥啦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定定咧讲，咱爱怪家己，真正咱爱怪家己，咱看嘛知影，对不对？咱现保诶台湾乱七八糟，对不对啦？嗯，啊是安那呢？就是你一栋，我一栋啊，分党派，对不对？阿芳是支持国民党，较早是支持民进党，但是最近这几年来，安尼不起，阿扁啊做总统，我就无选民进党，阿扁啊八年，马英九八年，十六年。我十六年无支持民进党，支持国民党。但是我支持民进党二十几年，支持民进党二三十年。所以嘛，在讲，亲像受到大陆，哦，马上。啊，把你锁起来，所以的时阵呢，至少减少的时阵呢，差不多两千人。有病医就表示啊，最近的这个旅客来台，的这个健康检查行程啊，已经有真侪团临时取消啊。那么，一个甲探听。而这个结果是讲证件无落来，所以因无法度人成型，就是安尼。那么今年正过总统大选结束了后，各病院开始感受到旅客来台健康检查意味伊的这个。团数量变少，成功病院健康管理公司总经理洪主任嘛咧讲啊，最近到因病院接受高端健康检查的人数，
嘛有明显的这个减少。伊担心讲五二狂了后，大陆制出搁较重大、严重限制的这个措施，到时啊会搁较惨哦。你甲想，好啦，讲予大家了解哦。即马大陆就是安尼，到这个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哦。来，上官请瑞，广东话的，来。送阮来行到了小山仑，只是心肝头乱纷纷。我把心准备对君议议论，又来想。暗自恨，两人做阵来行到了双溪路。两边路边树影无，暗中想起君前途落苦，目屎像落雨，一家愁君。淡孤孤，三言两语来交代着龙君你，三番四叮咛望再见，装着笑